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的1130集的节目。我的嗓子呢，一直到拍这一集节目的当下呢，还处于有一种火烧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的不舒服啊，有一点讲话呢都会有一点撕裂的那种疼痛感。可能前几天吃了什么比较刺激的东西啊。那总而言之的话呢，今天的节目呢可能会有一点中断，会剪辑可能会多啊，我尽量维持一镜把它拍到底啊，但是肯定不能太激动啊。虽然说这款玩具很棒很好玩，但是我还是要淡定一点跟大家来聊。它是铁工厂第39号的作品啊，它致敬于 Generation One 的这个 Wheeljack 千斤顶，但是规避版权的问题呢，它取了这个名字呢，翻译成中文就是六角扳手啊，其实也是颇为传神啊。但是从千斤顶变成六角扳手，这感觉 power 少了很多。那这次的包装盒呢，在盒顶呢做了一点小文章啊，它这个是两条红线，两条绿线，这个呢是符合了它一个胸口的一个配色，这种红绿配啊，这个之前啊加上白底啊，这个有之前有这个同号戏称啊，说这个 Wheeljack 你这个配色是这个 7-Eleven 的配色啊，其实说的也是有那么几分的道理了。那么以人物的美型度来讲的话呢，我必须要说啊，这一款确实是做到帅炸，拿了之前的一个也是铁工厂的一个飞毛腿下去做一点小小的改模而来。那么那一款玩具呢，我是给予很高的评价，那么这一款的话呢，也绝对的不差。我们呢先看一下啊，它首先它是一个 IDW 风格的造型。那我自己的话呢，手边拥有的第一款的这个千斤顶的话是这个经典3.0系列。这款玩具呢，也是呢，我放在桌上的把玩时间最多的一款，至今仍然是这样。它就是有一段时间一直摆在我电脑桌旁边，想到的话我就拿起来掰着玩。这一款经典3.0的千斤顶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玩具。那后来的话呢，在领袖之证时代呢，也推出了一个 Deluxe 等级。不过呢，在人设上的话呢，它是已经变成了一个剑客啊。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就花一点点时间聊一聊我手边的几个千斤顶的一个玩具，每一款呢都是那个世代里头呢非常棒的，这个很棒。这个也是属于这个Transformers Prime Robots in the Sky， 就是第二季时代比较优秀的一个 Deluxe 等级。后面的是 MP20 的初版，那 MP20 当时我给它的评价也是非常高啊，那变形的一个逻辑性等等都是非常棒的。那么这以人物的风格来说呢，这一款的话呢，我觉得是应该是最接近于后面的这个 MP 啊。这两款的话呢，跟这个是太过于这个五短身材，这个是太过于修长剑客的身材。所以还是跟这个 MP 的这个感觉的一个相似度呢会比较高。现在我们来聊一下它的一些配件。首先呢，它有一颗替换的一个头雕，这是两侧的耳朵呢变成蓝色，应该是只发光的一个感觉吧。那替换的方式呢，就是从后方把这个螺丝给松开之后呢，就可以做一个替换。那因为替换来讲的话呢非常简单，那我是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灰色的这个头雕啊，所以呢我们这一集的话呢就不做替换了。它所附带的替换手呢一共有三种造型，分别是手掌摊开、握拳以及爪型。那基本上呢我们还是以爪型呢作为主要的一个装载，因为呢在变形状态下呢必须要使用爪型呢，它的这个手背这个白色的面积呢才足以补充到车子的一个侧门。而且呢你如果不拿爪型的话呢，你这个手上的武器呢就不能够使用了。它的武器呢，这把小枪的部分呢是一个整把是银漆涂装的。那它的话呢可以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变形，那么小小的一个变形之后呢是可以扣在人形的后面，这个呢也是车型状态下呢它的一个收纳的一个地方。人形虽然呢也可以扣在这里啊，但是呢这个背包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推到底。但基本上呢铁工厂的玩具呢紧实度你也是知道的，这个基本上也是不会晃啊，就是提供你一个参考，如果你想把整个收起来，这样勉强也算是收进去了啊，但是背包是没有办法压到底啊。所以呢我们暂时呢再把它拿出来，再次的把它给扣回去。如果你真的不喜欢的话呢，你可以把它扣在手边这里。OK， 好像变成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某某装置吧，或者是把它转出来变成是一个 OK， 就是一个手炮还是怎么样，这个端看你个人那个偏好啊。如果你是使用这个非爪型的手的时候呢，你多一个提供你一个收纳的方法。
而它肩泡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呢并非是从肩膀出来，而是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卡扣呢扣在后面，然后利用这个地方的一个双动关节啊，所以是一处关节，球形关节这个地方，然后摆到一个适合的一个肩型啊。那我的话呢是在这个地方呢是上一点细油，它这个地方的转轴啊，如果不上细油的话呢会非常的紧，而且声音会非常的吵，以及这两侧的这个上面的这两片小翅膀的部分呢，在根部的地方呢我也会建议呢上一点润滑的细油，可能会好一些。可动度的话呢，几乎我们能够想象到的部分呢它大多数是可以动的，头是一个球形的关节，手臂的话呢360度的旋转没有问题啊，只要躲过后面的这个小翅膀就可以了。然后呢手轴二头肌的部分呢也是可以360度的旋转的，手轴呢可以弯超过于90度啊，而且它在这个地方是做出了一个类似于是过渡的一个小造型啊，并不是一个完全断开的一个造型，各位可以从这一侧再看清楚一点点。那因为是替换手嘛，所以手腕可以转呢就是很正常的了啊，腰部可以转动，而且有一个就是一个往前面屈伸的一个关节啊，可以这样子 OK 蹲下来低头看的一个很不赖的一个多重的一个关节。然后腰部的以下的话，它这个裆部的造型的话是做的还蛮 OK， 还有特别一个做出一个蛮特殊的一个造型啊 OK， 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直线下来，是有个角度的，脚的话往前往后踢啊，外摆内收都是有的。膝盖的话呢可以弯大于90度，那变形的时候呢是整个腿是收进去的。再来是它的一个脚后跟啊这一块啊，还有这个脚掌啊都很大，所以这一款的人物的站立性呢可以说是好到一个炸天了。那加上它的一个后面这一块啊是凸出来，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OK， 你可以做出一个起脚射门的一个动作的话呢会非常的简单，没有任何的一个压力啊。那我们呢来示范一下这一款人形度帅气指数满分的这个六角扳手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首先呢把这个手的话呢这一侧转到外边来，然后呢再把拳头给反转，把这个白色部件呢拼凑出来。再来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的啊，做一个转动。那这个轮胎内部啊是一个金属红啊，这个肩膀上面有轮胎基线就很帅啊。再来的话我们把这个腰身给转正哦，然后呢这个原本的这个往下面低头看的这个关节也把它给打正，胸口的话呢先把它给挑开往下面放一点点。再来呢我们把这个整个背包往后面这里拉出来，它就有一个结合的一个两侧都有结合。再来呢把这两边的这个小翅膀的部分呢给推进来，请记得把它给推到最内侧去啊，这个不要卡在旁边这里。那后方这个大枪其实可以不用拆啊，因为它基本上呢是变形成车的时候也是扣在后面的，这块部件呢就从后面整个的翻折上来推到前方这里。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进行几处的一个结合了，首先的话呢是这两处，这里有个白色的凸，另外一次也有要扣进这个两手两侧。这个时候肩膀的这个部件往上推，推上去之后呢注意到手臂呢跟这个地方身体也有两个左右各两个凸，等于是说呢手臂的话呢上下各有一个洞，上下各有一个洞，就是要跟身体呢还有头顶上这个部件呢纷纷的做一个结合，然后说捏紧一下啊，这整个一个车子的一个后半部呢就算是变形完成了。那这个部件推上的时候呢跟这个胸口的这个地方啊这个缝的话呢你就自己去把它给严丝合缝的去压好就可以了。再来的话两条腿的变形的话呢说简单归简单啊，但是就是说花一点力气啊。首先的话呢把这个指尖呢给推到前方去，然后脚后跟其实往后推啊，缩到后面这个缝隙里头啊。再来的话呢是把这个两个脚掌的话呢先做一个合并，或者你要单独的收进去之后再合并也是可以啦。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把这个脚掌的话给推到内侧去啊，推的时候我会习惯以这个角度呢来做一个推移啊，这样子把它的这个脚，它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双动关节，但这个双动关节也是比较偏紧的一个手感，你顺势的话呢把它往内推，基本上呢是会自动推到一个定位的，这样子把它往内挤压进来 OK。 然后这里就是上方这里有个结合卡扣，把它给压进去，这边也是一样扣扣扣全部都捏起来，后方这里的话呢整个的将它给捏住 OK， 做一个最后的严丝合缝的调整。这个车头的变形呢难度是在于说它这个地方的关节还是比较偏紧的手感，如果你要压得漂亮的话就是在最后这个地方再记得把它给往上面压上去，它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密合度呢会比较高一些些。那么呢最后的话呢还有一样东西呢我们还没有把它给完成一个组合，这个车型到这边上方的这个炮的话呢是调整一下。最后的话呢各位还记得吧，它
它是还有一个武器的，这个武器我们已经把它收起来了啊、哦。这个时候就是把它扣在下方的这个洞，把它给完全的给扣上去，在这个地方扣上，推上去之后完全推进去的情况下呢，它是不会去卡到一个轮胎的，所以它的一个滚动性你可以感觉到还是非常好的啊、哦。车型的美型度来说也是非常的棒啊，首先滚动性已经给各位做过展示啊，非常的流畅很顺，然后轮胎内部的话呢是金属红的一个涂装，侧边539，后方这个尾翼的部分呢，尾翼是做的特别，应该是做的比较小一点哦，就是连车子的一个两侧距离还有点远，上面写的这个就是 Iron Factory， 就是铁工厂自己啊，自己赞助自己的一个概念啊。然后后方这个排气以及这个这种后车尾灯 ，OK， 可见的这个速度应该不会很快，看得到车尾灯。底盘收的还算是挺扎实，整个玩具就是一个手感的话就是蛮扎实，变形也是比较简单流畅。就是这个两个地方的关节呢，在变形的时候推挤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的一个需要费一点力气。不过整体来说，这个变形在铁工厂的玩具设计里头呢是属于比较高明的。那这个绿色红色的线条，车顶这个标准千斤顶的一个配色，红绿的一个搭配，行吧。那整体来说呢，这款玩具呢变形来说已经是铁工厂最为人诟病的一个变形的这一块呢，在这个模具身上呢是属于高分表现的。那么在人形和车型的美型度上，这一款呢算是名列前茅的一个好东西啊。而它所附带的两把武器呢，在人形还有车型状态下呢都有一个蛮好的一个收纳啊，也不算造成太大的累赘了。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